怎么想起找哥吃饭了？你小跟班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表妹找表哥吃饭不行啊？今天我请客，你随便点。你怎么了？是不开心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以前自己特别蠢，而且人家只不过是想好心提醒我，帮助我一下，我还误以为人家是喜欢我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那个肖奈啊？我爸最近因为他焦头烂额的，听说他们公司跟母公司竞争新《倩女幽魂》的开发权，真是看不出来，还真有两把刷子。我以前还说要帮他，真是傻，怪不得人家看不上我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他人真的很好。以前呢，我可能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光环，但是现在我却更喜欢他的为人。真够傻的，那就去争取啊。不行，他现在对他的女朋友挺好的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。真是没出息，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，要是换作我，我看上了谁，我会千方百计地把他抢回来。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还说这种话。还有，公司现在也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你自己注意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跟你舅舅似的。今天还是哥请，开心点啊。好。Waiter。您好，亲爱的赵二喜主任，这是您订购的三只松鼠坚果大礼包。赵二喜，他不住这儿啊？没想到你还敢来啊，我以为你被咬怕了。起来。知道我明天要走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，太客气了啊。哎，不是给你的，我是因为嫌太沉，就直接写了你们家的地址。哎呀，每次小猫吃东西咯吱咯吱咯吱的，我总是会淌口水，我要是不买点坚果回来咯吱咯吱吃啊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吃掉咖啡的猫粮的。哈哈，哎呀，不过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那，还你钱。喂喂喂的，你别管是谁的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自由身啦！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，拿自己舍友的钱还我，很有面子。总比欠你的钱好。那你今天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了 ？No， 是最后一次，但是也不是最后一次。看来你猜得中这开头，看不透结局呀。说人话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我最后一次以欠债人的身份来这儿了，你呢就放心的出去吧，咖啡我来照顾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没想到你赵二喜还是挺……不用太感动，我可不是因为你做决定的，我是因为咖啡。你想想，留一只小猫孤零零的在家里多可怜呀。而且我是很注重契约精神的，既然承诺在先，那就一定要信守到底。你有没有想姐姐呀？咖啡，咖啡，咬了我又想讨好我，你是在道歉吗？好吧，原谅你啦。我觉得家园系统还可以再加点东西，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。
这首曲子怎么样？肖先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？想法成熟了，写报告给我。夫人为何咬我？在下要讨回公道。看到你就无师自通了。下午还去吗？不去。实习生又没有工资。周末我要休息。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林那儿了。让我看家，这里又不是我家。